番禺石矶环保站社区里有一条美丽的河流，绿意盎然，但岸边土堆里都可以看得到被人丢弃的塑胶袋。此一职工第一次来净河就要非常费力，垃圾啊，那个胶带啊，很新的，看看又用力，两个手用力来夹起来。除了塑胶袋，还有绳子等废弃物，袋子是一袋又一袋，立刻被装满。志工认真捡拾，也不忘守护安全。好，注意安全哈，注意安全。让志工的安全，我们就拿手握住他，然后让他就是说很安全的去做。如此费心费力，就希望能够带动居民爱护自己的家园。两岸的商家、志工一一拜访做说明，马上就有老板要捐出自己回收的纸箱和保特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把河道清理得更加干净，让周围的居民也看到，平时不经意之中几秒钟丢的东西，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捡起来。爱护家园，慈济志工走出环保站，用行动来带动，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回响。大新闻，在美志工谢恒、周旭辉，广东报道。